自然分会主任委员康夫人主持，他们的见证大中青年有一百多位。讲题特征，首先练唱一首《自强歌》，麦夫人亲自为同学们伴奏，这是服务队自我训练的课程之一。麦夫人接着致辞，希望同学们辅导健身、青少年儿童活动，协助扫除社会精神生活的污染。他们的服务工作从7月27号开始，到8月25号结束。